酒喝。哦，太棒了！是不是？我们是不是都有了？我们都不用自己掏钱，对不对？然后就是在那个什么那个 Delmar 那个，大家可能都知道那个韩国人开的啊，那个开的那个 KTV 效果还是非常好的。因为我去过两次，所以咱们下个月，但是呢，我们可能会挑周中的一个晚上，周中的晚上，我们不会包包间，因为包间没有那么大，我们会在它外面有一个大厅，有个酒吧，在外面有一个大厅子，在那边，因为周末那边太忙了，可能会找一个周中的时间去。嗯，这就是我们下个月的一个预告。然后呢，那我们现在也就正式开始我们的今天的演唱会。那我们你看看这周明给大家服务完，准备拎着衣服想跑。周明先唱了。那我们是不是先让周明给大家来一首？你这个第一首歌是什么？朋友别哭。这个歌吧，这肯定不是摇滚，对不对？我不知道。这个不是摇滚的歌曲呢，一定要唱出摇滚的感觉，是不是？那你可以声嘶力竭的嚎也没问题。那行吧，我们第一首歌就有请周敏为大家带来《朋友别哭》，第二首歌呢是老刘的《沙漠骆驼》。那好吧，那我们有请啊。好好好，这首歌也抛砖引玉啊，希望最快砖头能引出玉玉真相。怎么跑沙漠骆驼呢？对呀，啊，这个叫什么？沙漠骆驼。